为着成就来，是无？我希望来到遮会当有我的成就，不管是倒一方面的，互人当甲肯定，甚至以后变一个大师级的。即马全世界有足侪大师级的人物，咱知无？就是讲，伊即马开始的时阵，伊的一挂理念可能有人感觉讲会当接受，啊，就对这个人吼，开始形成一个团体。当人愈来愈多的时阵，你就变一个大师，啊，这个大师就开始有伊的影响力伫咧。所以咱若伫道场久了，咱拢会变大师，大只师啊，会变大师。但是会记咧吼，变做大师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开嘴到底是商人还是成全人，都是一个问题。好，咱毋是为了成就才来到这个道场的，因为咱要成就，伫其他的所在同款有成就，通去追求。最后一项就是啥？学习。来到遮道场的研究，所有点燃书慈悲，所有真贤慈悲。甲因几十年修道的功力吼，拢甲咱加持灌顶，所以伫个遮所有道场大大细细空隙你拢知，所有道场内面的仪礼，逐项你拢知，所有的经典你拢知，所以咱会当变做啥？一贯道的朴素。那么一贯道的朴素表示讲，遮学习我拢知影，这就变做学习的成就。咱是毋是为了遮来修的？毋是，因为要了生死这项代志。甲读偌济书有关系无？无，有真济老菩萨，伊可能一世人伊毋捌读过书，但是道场内面，在咧好好啊修、好啊办，最后成道，毋是伊个学识决定伊会当成道未？有个人学识非常的高，但是毋肯脚踏实地去修，即个学识对伊个修办道个性命有路用无？无路用。所以讲，一世人修道为了啥物？搁肯定一摆，了生死，就是讲一方面要度家己，然后呢一方面要度别人，要度人度己，要助力要利他，自利利他。所以咱才会当好啊伫道场内面去修办道。若是为着拄仔讲的即挂，咱随时拢有其他的路通好走，咱随时拢有可能行偏去。哦，这是头一项。希望在这裡跟大家來做這樣一個分享。那第二項就是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剛才說過有一些事情我們要先想清楚，我們要先想清楚啦，哪些事要想清楚，這在道場裡面時常發生的事情，希望跟匿名叫做常常搞不懂的事，常常都想不清楚的事情，常常搞不懂的事，有哪一些事情我們常常想不清楚。頭一項，一个人伫个道场内面足诚心的，代表这个人咧修道，对无？是无？是吼？诚心就是修道。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，到底是啊？毋是？咱咧，咱有人说啊，这个人足诚心的。各位，诚心是代表伊伫个这个团体内面伊的发心。这个发心有可能是一对菩萨、对仙佛，好也一关庇荫，有感受到、感应到，所以真诚心。但是诚心甲修道有共款无？以后要甲咱讲，诚心未必然是修道。一个真正修道的人，伊会诚心；但是一个真正诚心的人，无一定是真正修道人。这差别伫个倒位？咱来想看卖吼，有一个人初一十五来甲道场。不管透风落雨，就算今日下晡落迄款雨，伊照常来道场，安尼有诚心无？有。但是来到佛堂，共阮大声细声，脾气毛病一大堆，安尼有咧修道无？吼，安尼这两项有共无？无共，清楚吼。所以下面的问题拢是差不多是安尼。诚心是毋是代表修道？未必的。但是一个真正咧修道的人，伊会诚心袂？一定会诚心，因为伊真正要修道，所以伊会感谢天恩师德。所以，迄个诚是发自内心的诚，毋免人去甲勉强。迄个诚毋是人去甲牵来，迄个诚毋是人去甲强逼来，发自内心的迄款才叫做诚。诚于中，吼，诚于中，行于外。所以讲，头一项要完厘清的，就是讲，修道甲诚心是两回事。不要认为一个人，我只要佛堂所有的大小事，佛堂所有大小人工给我拢对有着。就代表我伫咧修道，错，敢若代表咱做诚心的人尔。
啊，若讲到诚心，后下要讲一段小故事啦吼。咱拢唱过古早的诚心对无？花金菇、残花咯，烫只脚过溪步。好，这段咱拢会晓唱。啊，后下怎样要讲这段小故事呢？是伫个台湾以外的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叫做柬埔寨。柬埔寨，咱捌听过无？办吼。柬埔寨道场呢，因为今年啦吼。四月迄阵，就哈带着圣林道场遮个青年同修，到林桂林去迄边参学，去听着这段故事，大家拢非常的感动。伊讲，伫个柬埔寨所在，其实因的生活水准甲咱差足多，因的收入啦吼，因的收入，一个人正常的工作安尼吼，一年的收入，差不多是台币。超跌4000块，最近一年，大票差不多4000块，等于平均一个月超偌侪钱，几百块啦，尔超300-400块。所以伊的生活水准确实足低，而且遐个人过甲非常的真辛苦。但是因的道亲，若讲到要转去佛堂，大家拢足迷乱，将来拢毋捌发生。咱其中有几位？老菩萨，这老菩萨呢，因住的所在离佛堂较远，而且呢是住伫一条溪吼，一条河啦，一条河的另外一边，所以因若要转来佛堂，一定要过一条河。正常的情况之下是，迄个河有桥通好过，但是呢，因为柬埔寨迄个所在通常半年是算较苦旱，然后半年是落大雨，啊，咱就知影雨水若停伫半年落的时阵，就淹水对无？所以，伊遐时常拢会淹大水。那么，这老菩萨要转去佛堂，伊就会拄到一个问题：要转去淹大水，要怎转去？各位，淹大水，咱要转来佛堂无？喂吼，对啦，这袂使讲唔对。总是爱顾性命对无？咱总是爱顾情况，袂使伤过顾及。但是，遐道心就是足古锥哦。虽然淹大水，因知影初一十五佛堂有班，一定要转去。那么这老菩萨呢，拄到淹大水要怎转去？各位靠咱的智慧，请问要怎转去？游泳过河，这游泳过河是规身躯动力浪呢，去到佛堂水搁哪沉呢？要安怎？好，咱即马哪想吼，迄智慧就会出来。因真正游泳过河哦，想水吼，啊即马想去到对面无淹水的所在，搁来咧，规身躯动力浪要安怎解决？你早三就想水想过嘛，淡你咯啊！如何是好？吼、哦，咱发现讲吼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你有迄点心吼，伊就有迄款智慧，伊要去摕啥？摕面桶，清气的衫哦，干的衫囥在面桶内底，啊，即嘛面桶囥在水面有无？啊，即嘛哪想水哪入面桶？啊，入去个干的所在，然后呢，衫换起来。比如搭清洁的衫，再去佛堂，回去参加初一十五的班级，回去参班去听课。啊，刷了嘞，搁回去，同款搁上水回去。各位有诚心无？我相信这款精神吼，那伫咱即马台湾可能缀袂着咯，敢毋是？风台雨若较透的时阵，就开始敲电话，刁凡师慈悲哦，啊，今日的班级毋知要停无？刁老师来讲，无咧应该是无停，啊无停刚好，愈问愈迄款的吼。我们会很在乎，但是你想看因的精神是伫个倒位，那个真的是诚心，迄真正叫做诚心。但是点燃师也会说，遐负责刁老师嘛会讲，伊讲吼，诚心确实真诚心，但是修道爱阁继续加油。各位，各家咱听会出来差别伫倒位啊吼？他的诚心绝对是标杆。伊的诚心绝对是咱的标杆，但是伫修道方面，毋是干呐诚心，就代表咧修道，表示讲修道内面有真侪眉眉角角，咱爱去用功夫，咱爱去反倒转来，叫做反求诸己、反求诸己的所在。过来第二，一个人伫道场内面，伊能力非常的好，做代志足有站有站，但眉角拢掠到足拄啊好诶，然后呢？当代志拢有当安排个足好诶，能力很强，所以这个人代表他修道修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唔对？
我知影恁即马拢会摇头咯，因为遮列出来绝对拢无共款嘞。好，无要紧，但是咱也知影到底倒位无共款。一个人伫道场内面做代志，有眉有角，站站站站拢安排甲足好个。道场内面大小人工课，伊拢有伊个一个方法，通去处理。在道场里面，他可以说付出很多，奉献很多。这款人敢无算修道，算不算修道？他是在修道，可是能力好、能力强，跟修道还是两回事。赶快是两回事哈，袂当看做同一项。因为伫道场内面。